我跟我去买点菜呀、啊。啊，去吧。那我给你挑个五分钟。嗯，不用。挑。不用，你就去吧。就我研究啥呢、啊？我的妈！老公，咱玩个游戏呀、啊。行啊。一人放100块在，数到三，谁手快谁拿。行。你可以多放一百。嗯。你刚才说数到几？三。三。干什么？我玩游戏呢，烦人吗？今天嫌我烦了，当时追我的时候那口劲儿呢，这时候你划船都不用养乘风浪呢。好，现在到手了，嫌我烦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娘是合法的，我想怎么准就怎么准。过来，你别整我，把脸给我转过来。顺着我点就得了，逆着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给你20块钱，你买游戏装备去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这都不给你给我带来了什么？追我的时候叫我小甜甜，到手了就叫我兄弟。当初追我的人从这排到了巴黎，我咋就看上你了呢？我今天就要从这跳上去重新开始。不是，你别，不是你别。咋了？知道后悔了？那你今天晚上跟我屋睡。不是你这么整，你给窗户不是你给窗户怎么坏了？你这么开不就开开了吗？跳吧，来吧。老公，要娘吗？不，咱不哥们儿吗？纯友谊啊！你看我都这么主动了，再说不免费的，那我就更不能要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他便宜的没好货呀。给你200，拿着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看不上你们这些有钱人丑恶的嘴脸。这是2000，滚犊子！现在给钱也不好使了，啊、给我走走。哎，对，好、啊，我摸呀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不起来？这才中午，我再躺一会儿。我再问你一遍啊，起不起来？我就不起来，怎么的？我就不起。你说的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要不起来，我上来跟你一起吃。我起！我都饿死了，你给我做饭去。你饿不会自己做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给我做饭，我今天晚上就上你屋跟你一起睡。坐，现在就坐啊！坐。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哟，这不是我前男友吗？听说你结婚了，怎么跟我分手之后还是一副穷酸样？原来你已经结婚了，那你还给我买爱马仕，还给我买兰博基尼、前阵子买的别墅还写的我的名字，还你一直在骗我，呸，渣男！不是你听我解释，东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舞池高攀不起，滚边！媳妇，刚才谢谢你，你可真好。我再给你买件衣服吧，看这个坏。看到没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老婆低头玩手机从你身边经过却看不着你。喂，搁这呢，一天呢跟你真是来气，说出来逛街就搁那玩那个手机。你知道啥？我这是品牌密室。啥密室？珠宝拉到底就有了，玩完游戏在超市买洗发水便宜可多了呢。别叭叭了，赶紧上车得了。喂，这是咱车吗？几个人分不清啊？